大家好，我是小徐，今天是朱丽姐从美国来到我们家园的第四天，千里迢迢赶过来，只为看一下我们家园200多只狗狗，以及参观一下我们家园。明天朱丽姐就要离开了，今天又进去跟狗狗们互动了一天，我就是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朱丽姐进去跟狗狗互动的画面，同时我也希望。就是大家有时间的都可以来我们家园参观参观，看看这250多只孩子，250多只狗狗，就是大家看看小徐有没有让你们失望。接下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朱丽姐跟我们互动的画面。朱丽姐就是煮的鸡胸肉，今天给咱们救回来的狗妈妈，还有一些瘦的狗狗，专门喂的鸡胸肉。看大王，呀呀，大王上桌了。看，我看鸡胸肉，喂完了一锅，就剩这点了，一会儿再煮一点，给珊珊吃一点。好了，每个人都开点油，今天一直在开油，还有雪宝开一点好了。雪宝来开个油。雪宝来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抱呢？啊，为什么不让我抱呢？我要抱你呀、啊！雪宝接了我，吓得跑得老快了。嗯，哎呀。哎呀来，好吃吗，雪宝？好吃啊！那鸡胸肉好吃吗？珊珊也给了，是吧？哎，灰灰，灰灰在站呢，灰灰在站呢。然后开了，开了锅了啊！我们再开开你们铁吧。是吧？鸡胸肉的锅。那去开开你们铁吧，我跟你讲。嗯。被狗铁了，煮完鸡胸肉的锅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那大王吃。看一下，朱丽姐进区域里面了。哎呀，康康，康康站起来比朱丽姐都高。打拉克，打拉克。默默瘦，默默再瘦了，一叫就过去了，一叫默默就过去了。默默叫你呢。哎呀呀呀呀！康康，这些狗狗们激动，咱们家园的狗狗只要一有人来就激动，羡慕吗？现在看着大家也想来家园看看了。你看那俩，你看阿龙跟乖乖，阿龙跟乖乖在那呢。壮观吧？看，现在抱的是木木，瘦吧他。我感觉他老瘦了，可能是咱们家狗狗太胖了，所以我感觉他老瘦了。应该再胖，绿灯。黑妹，我们家狗狗老亲人了。大家看到这个场景，是不是有一种想来的冲动？大拉开。开尿对，六一你看老是想让你抱，六一，这个，哎，零二让抱呢，他们都说零二瘦，其实零二不瘦，因为他零体就这种体型。好，好，现在来到了狗狗车这边的区域，这边大帅还有胆小的都在这边了，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来互动，从里到外，那也是个德牧串，那是狼狗，这桌的狼狗那是。你看，这有个小柯基呢，小柯基啊，哎呀，乱了，狗狗太多了，家里面一般人来了不敢进来，说实话，
对，那个就是咬人那个，咬人了那个，现在也还咬人呢。竟然不咬你哎！哈，胆小。地板都会了，明年都得换。所有的地板明年都得换。这是我们的丫头，丫头给我贴牢。哎呀，丫头做人啊，这两家。哎呀。贴了老爱玩了，看贴了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坏得很。丫头乖哈，丫头乖得很。雪宝，哎，雪宝不怕你。雪宝怕我，真的。雪宝怕我，不怕你。见了我夹尾巴夹的跑得老快了。给你看看雪宝，大野心。哎呀，白雪，这白雪陪了我有3年多了。咱们家园就是第一只流浪狗妈妈，生下了汤圆、沙拉，跟妈妈、爸爸妈妈在一起呢。汤圆、沙拉，来福是他们爸爸。汤圆呆萌，汤圆老是伸个舌头出来。还有谁趴在一起？你抱汤圆，汤圆老可爱了。汤圆动不动伸个老小舌头出来。哎呦，汤圆，舌头呢？今天？今天不是舌头出来了，看他的舌头又快就崩一下弹出来了。汤圆呀，小宝的野杂毛，小宝的野杂毛长了。小宝跟咖啡，他俩是泰迪串，所以给他俩穿的衣服呀，毛茸茸的哈。土豆。汤圆，汤圆，好了，今天就是要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朱丽姐来家园看狗狗，看土豆，土豆，那黑的不行，土豆可以吧？对，带你们看看朱丽姐跟狗狗互动，土豆好重啊，羡慕羡慕，大家是不是也想来了？